是一个台湾的高山茶，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买茶叶的故事。对，十多年前嘛，我就开始喝茶，我忘了谁带我喝的茶，就跟一些老人，跟一些老人，就是人家喝茶比较久的人，然后我们就到当时福州旁边有一个山上有一个庙，庙里面有一个那个庙叫雪峰寺，庙里也有个老和尚，号称里面还有一个舍利子。然后但这些都不重要啊。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山上雪峰寺旁边就有一条溪，取了那个水在野外烧开，然后泡茶。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喝茶好像是一件真的是很爽的事情啊，就是你可以在，尤其我觉得在野外喝茶，我就觉得野外喝茶是真的是好像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看着风景啊，吹着凉风啊，就是心情本来就很好，如果这个时候又有茶喝，哇，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接着聊回我，就说买茶的故事。我其实因为我不怎么懂茶，所以我买茶就是我绝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被骗的。快30岁才接触茶叶，我就想，哇，这个茶叶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像很小众的一个东西嘛，就是只有一小撮人喜欢。那这一小撮人喜欢，就好像某个，比如说爱黑胶唱片，只有这么一小撮人，那这小撮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沟通的，就，我的想法就是不会好像说互相欺骗啊，只是因为某个爱好，然后在一起。后来发现，这就是我被骗的原因，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像这群人应该是，不会互相欺骗，好像分享某个共同的爱好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很容易相信他们。结果后来就。因此我买茶就很容易被骗，然后我就去什么北京的马连道啊，什么上海的什么九星茶叶城，在漕宝路上，现在好像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拆掉了还是怎么样，我去很多地方都会到当地的所谓茶叶城去。后来发现茶叶城这个东西啊，这种地方啊，真的茶叶很多，包括什么福州的什么茶叶市场，他大部分都是做批发生意的，或者是做真的你，真正人家会喝茶的人都有固定的一个识货的一个供货商。像我这种看起来又傻傻的进去，真的是明显就是被宰的。后来发现茶叶城这种地方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买茶具，就是你买茶具还可以，或者说对我来说只能买茶具，因为你买茶具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鉴别的嘛，比如说这个杯子好不好看就完全由你吧，或者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大概会知道这个瓷器分什么样子，分什么种类，然后什么样的好看，什么样的做得好，就是可能相对门槛低一点吧，相比茶叶来说。然后后来我就基本不去茶叶城买茶，然后就有一次我们就去台湾，我去台湾去拍一个片子，然后跟着主持人呢就到了台湾，你知道大家知道台北有猫空喝茶，然后就到猫空喝茶，哇，那个茶叶真的好像我记得是喝什么高山茶，什么清香乌龙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茶就真的很好喝。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去，然后我就发现好像真的我这张脸在哪里都是好像是容易被骗的那脸，就是我自己去买就买不到好的茶叶，就是也有可能是我买的够不到好茶叶那个标准啊，都有可能啊。因为总之我去也不能这样讲啊，就是反正最通常的一个现象，或者最通常的一种我上当的逻辑，或者我上当的这个复盘的这个轨迹呢，就是方式就是我去喝，然后去他拿出好几种茶来啊，我喝，哎，我觉得这种茶很好喝啊，我就买了，当然也不是很贵的那种茶叶，我就买了，拿回，每当我拿回家里喝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哎，根本不是那个味道啊，就不是我当时买的那个味道啊，我明明看着它从那个里面弄出来的。当然这个喝茶就有很多因素了，可能你的水啊，可能我拿回家我的水不一样，或者说我的很细致的，比如说是不是我的茶具也和它的不一样，所以我看到就买了下来。他们讲说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呢，大概是有这么三四件，那我这个呢据说是第五件啊。那个卖家给我说还有这个乾隆御笔的鉴定证书，上面写的这个天下第五件茶叶墨釉茶碗，结果这个证书后来被我小孩弄坏了。直到我后来有一次啊，我就到了屏东，到了台湾的屏东。大家知道屏东是一个山区来的，就是那里就有周围有很多茶山，然后我就到了住了酒店对面就有一个看起来很大的一个茶叶店。屏东这种地方相对来说就是游客比较少，或者说外来的人比较少。然后我就因为我被骗了很多次嘛，然后我就像算了，就是碰碰运气，然后进去乱喝茶，就老板就给我倒了。那个老板很有意思，老板就是白发苍苍，然后他就给我泡茶。他那个老板有意思在哪里？第一，因为我们一般觉得卖茶的好像都是老茶客嘛，就是肯定是掌握时间啊，干什么都熟念于心这种感觉，结果没有。那个老板泡茶就是茶叶要先量多少克放进来，他就用这个杯子就是我在他那里买的。然后他水冲进去要按一个计时器，哦，30秒以后然后再冲出来，非常非常的标准。但是呢就觉得有点像好像说西方人做菜那种，好像放一个葱姜蒜还要量几克这种感觉，就是好很标准，但是感觉玄学的味道就变少了。就是我们的什么做菜加调料都是什么什么少许什么什么若干这种的，都是凭经验。卖茶的老板就这样倒出来，我就喝，哎，其实我也喝不出什么区别。但是我看那个他就和我聊天啊，他就讲他的故事啊，他说他们是祖传的一个茶叶生意。他说他本来其实不是做茶的，他说我本来是做工程师，我是在台北做工程师，但是后来就是他爸爸留下来这个店了。他爸爸留下来这个店呢，就是等到他30多岁的时候，他爸爸就好像不懂怎么样，就要他接手。他说我就问，那你开心吗？他说我当然不开心，因为我在台北啊，在台北就是各方面都很发达嘛，都很城市化嘛，要回到屏东这种小地方守着一个茶叶店。他说我就很不高兴啊，但是他说但是没办法，我是家里的儿子，所以我一定要接这个生意。这个人好像现在大概60多岁嘛，因为他儿子现在都30多了嘛，60多岁，那他30多岁接手的就30年前，那在就是大概80、90年代，哇，80、90年代应该是台湾正在经济起飞的年代，所以你想他一个工程师，台湾的电子业那么发达，半导体当时那么发达的情况下，他要回来，真的是他可能做这个决定真的也是很难啊。他就跟我讲呢，但是也很无奈，他说哦没有办法，因为家里的这个其实在我来看啊真的挺难理解的。因为当然可能我们家没有这种，或者我周围没有接触这种家里有生意然后一定要接触的，一定要接手这种事，这种故事啊，我就觉得很难理解。就是说难道不是应该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吗？就家族生意放弃就放弃，或者说不一定完全要自己接嘛，就是找一个人雇一个人或者怎么样。但是相对是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吧。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就是他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卖茶人。他就给我介绍了有什么大鱼岭啊，然后我就买了回来，因为好像我记得也并不是很贵嘛。但是台湾买东西我们其实也稀里糊涂，因为台湾的这个重量是不一样，用了一些什么它是16两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也就本着上当就上吧，就上一次怎么这样就买了。后来发现哎，好像蛮不错，然后我就一直买下来，就是，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喝他们家的茶叶。但其实我在台湾买茶叶也是被骗过好几次。有一次我们就是在，我就在台北也是，我们住在一个台北很相对比较偏啊，至少不是我熟悉的什么忠孝东路啊，是好像更往南的一个地方，就是看起来像有点像工业区了，但是我具体不知道它是不是工业区那么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在酒店旁边呢，就有一条巷，一条小街，上面两边都有店屋，有黑胶唱片店，还有一间茶叶店。然后我就印象很好，我就觉得哇，还有人玩黑胶啊，就是有一种文艺气息那种感觉。然后旁边是茶叶店，茶叶店的这个就是也是一看是真的卖茶叶的，因为它里面有一筐一筐茶叶，就是一看是家里做了很长茶叶生意的，但是生意好像也比较寥落，至少我没看到，不像台湾很网红的旅游区，像什么大道城什么之类，很多游客、啊、就那种茶叶店。然后我就进去啊，也和老板聊聊，然后就买他茶叶。但是这个茶叶真的是我回去一喝就真的是大让我失望，哎，我就觉得，然后我就想哇，很大概率是他把我当做一个游客，把我当做一个，我游客的意思是什么，就把我当做一个只去那里一次再也不回来，我只做你一次生意，就能宰就宰，就这种意义上的游客，就是他只想做你一次生意，你反正是一个外来的人，你我骗你也没关系，无所谓，我也并不想要再做回头客怎么样，我的声誉也不重要，这种感觉。然后就哎呀，真是好失望啊，就是因为相对来说我在台湾碰到的商家啊，大部分的还是相对比较可信的，就是而且我觉得那里也不是一个好像很游客的一个地区啊、哦、为什么卖茶叶，所以买茶叶你想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找到屏东这间茶店呢，我就很开心。但我也很担心他的生意啊，因为这个人，这个老板现在60多岁啊，他的儿子现在30多岁，但儿子，我就问他，哎，你儿子现在要回来继续接你的生意吗？他就说，哎，他不要啊，他儿子也做工程师，而且他儿子在大陆好像做工程师做事业这样，所以我每次我买茶我转钱我都要转给他儿子这样，所以也不懂他会怎么样。但是他那个茶店呢，就好像没有什么大发展呢、啊，因为屏东这样的城市呢，就是可能外来的游客也好，或者外来的流动人口也好，就很少，就它的顾客群相对是比较稳定，不会变化的，所以它的生意基本上也就在那里了。所以也不懂，或者说换一种说法，叫做是一个看过去没有希望的一个生意，就是你一眼看到头了，10年后可能也大概就是这样。我不懂现在如果网购的生意这么好，我不懂会不会对他的生意带来更大的改变了。这就是我买茶的故事，故事充满了艰辛，充满了被欺骗、被玩弄、被蒙骗的经历，然后总算找到一个。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是因为我本身不会品茶，因为茶叶这个东西你讲它是用钱堆出来的也好，或者是应该基本上是用钱堆出来的，因为你要喝品酒是一样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喝好的茶叶，不断喝很多不同种类的茶叶，你才能够真的落实到你自己的嘴巴，说哦，这个茶叶是好的，这个茶叶是什么茶叶，怎么样才能建立那个品味啊？真的，你没有投入一定的时间和钱的话，真的是很难建立起来这个茶叶的品鉴能力，所以你大部分的概率是被骗的。有的时候被骗了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被骗了我们会知道，但是随着我们这样喝茶的这个能力和资历的增长，我觉得还是会慢慢有一定的认识了。但我再来聊一下台湾茶吧。
你看我喝了台湾大家都知道是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专业的一个很粗浅的认识啊，大家如果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可以给我留言告诉我正确的。就是我去台湾买的这些茶叶啊，大家一般都会推荐你，哇，东方美人，就是因为这是台湾代表性的茶叶，就我看来是一种比较浅的红茶，比较微微发酵的那种红茶，就是还不到真正红茶那么重的那种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金骏眉、银骏眉这样。东方美人大家都会推荐你东方美人，可是我并不是很喜欢东方美人，就我喝东方美人，喝东方美人，我就觉得，或者说我对红茶有偏见了，因为我对金骏眉、银骏眉也并不是觉得很好喝，因为我觉得红茶就是让喝了有一种软不唧唧的味道，就是我形容它是磨磨唧唧的娘娘腔，就是因为红茶就有一种。有带一点甜，又带一种，哇，真的很难形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一种软不唧唧的，好像很没有性格的一种茶叶。那东方美人也大概差不多这样，所以我就不怎么喜欢。那台湾还有高山茶，高山茶就有烘焙的比较轻的啊，就是所谓的清香型，还有烘焙比较重的，就是浓香型。它还有一种烘焙特别重的叫做炭香型，这个炭香型的就有点，我炭香型的我没有喝过，我现在喝的大部分是烘焙比较适中的一种，就是有一定的你能喝出一点点火的味道，然后也有茶的味道。这种烘焙炭香型我猜呢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火味很重的岩茶这种感觉。我之前喝那个岩茶就是火味很重，那后来慢慢就口味有点变了，我就开始接触了这种高山茶呢，我就开始喝这种稍微烘焙一点的这个高山茶，这样的火味。台湾还有什么茶？台湾还有什么清新乌龙啊，更淡的，我就在我的概念里，我就把它归为铁观音类，就是很发酵了一点点这种感觉。但是那种呢，我就又觉得太淡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台湾茶在我的印象中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也喝过，我一个朋友就从台湾买了号称什么拍卖的很贵的这种高山茶，讲真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了。当然可能我喝不出了，就是因为这种和你的个人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喝不出。然后我也有买过台湾在机场里卖的那种也是比较贵的这种高山茶，也同样没有，就比较清淡一点，但也同样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喝茶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如果不喜欢呢，你真的是一口你都喝不下，你都不会喝。所以那几个东西，那几个不好的茶叶，我就不能讲不好了，他们也许真的有的也是很贵的茶叶，但是我喝不惯的茶叶呢，就我只能就把它放回冰箱或者送给朋友这样。这就是我目前喝的台湾的高山茶。下一步呢，我想探索一下岩茶，武夷的岩茶，因为武夷岩茶的分支太丰富了，它有什么三坑两涧，什么什么内山的、外山的，什么这个那个，就是你看了很多书啊，你依旧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或者你就算背下来，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接下来我看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去武夷山去好好探索一下关于岩茶的各个分支怎么回，我就觉得这个很有乐趣。好，我们来看风景吧。真的是，其实在海边野外喝茶这样的机会，第一很少，第二我觉得这种体验其实真的很难得。这时候如果再能看一本书就好了。